你这个跟照片看起来差很多哎。所以照片比较丑吗？没有啊，这一般照片会比较好看。拿着话题上的悠悠卡图跟林洋本人比对一下，台北市长柯文哲跟 J 队羽球男双金牌试训，原来双方早在球场上切磋过。我上一次我跟你们打是在去年那个我们那个运动中心，如何去看？哇，当然体育馆都是人呢。但现在真的打羽毛球的人越来越多，而且参加会看比赛的人真的差很多。这次柯文哲不随性聊，跟李洋和王麒麟畅谈台湾羽球现况，也聊到他们的下一步规划。全英的比赛时间可能跟我们国外的比赛时间会冲突。那你下一场要去哪里？可能看台北公开赛有的话，有机会会参赛。王麒麟在脸书上分享跟柯文哲视讯，有点受宠若惊，却被大批网友攻陷，要他们不要吃冰糖。柯文哲又在蹭声量。王麒麟回应：无论总统或市长的祝福跟接见，我们都很感激。大家或许有不同的政治立场跟喜好，我们只是单纯的运动员，希望大家不要放大我们简单的分享。谢谢你们让这个台湾被世界看到，然后最重要是。因为你们的羽毛球在台湾会变得比较流行。还有空手道小清新文姿云，柯文哲很好奇他的选手之路怎么开始。空手道也只是其中一个啦，对我多才多艺啦。多才多艺，欸，很少这么会称赞自己的，跟我一样。聊起空手道，文姿云当起小老师讲解，柯文哲也很关心他的下一场赛事，可能是年底的世界杯吧，希望也可以。为台北市继续拿下好成绩。跟柯文哲尬聊，分享荣耀，只盼外界别把个人的政治色彩强加在选手身上，还给他们单纯的美好。 TVBS 新闻黄冠伟、李品仪台北报道。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 TVBS News 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也请用手机下载 TVBS 新闻 APP，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。